观众朋友们好，我们继续来看凤凰杯决赛，塔摩英匪对抗 Yumiko 的第二把地图是 EI。 那上一把呢 LT 上我们见识到了非常这个宏伟的这个心灵火骑士小炮啊，拉扯对吧，简直是战争巨片啊。那我们看到 EI 地图呢， Yumiko 啊红色出生在了左侧，英匪呢绿色是右侧。这张地图我之前看蛋总啊，蛋总和玉米打，蛋总是挺喜欢 MK 首发的这张地图，因为 MK 首发和大法师首发在这张地图上互相到三级之后呢，一般一见面 MK 这边是铁定能够收掉大法师这边的雇佣兵的黄绿皮对吧，一锤子杀一个没问题，而大法师这边呢是非常难收对方的雇佣兵的，然后呢一直是打一个消耗，就是我每发几锤子干一些兵之后啊，我一直是磕这个小进化打消耗啊，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啊，就是一锤杀一人，药膏换你命，这节奏啊。我们看到英匪啊，果然是传承了好基友的思路，然后这边玉米呢是大法师。那当时我记得玉米打蛋总大法师打 MK 的时候呢，玉米的大法师到三级以后基本上吃不到经验的，一直被对方 MK 一锤杀人， MK 反倒是四级五级六级这样飙升，而大法师呢三级到四级都是非常艰难的，大家可以去翻一下之前我也是做过玉米对抗蛋总的。好的，我们来看一下双方分了一个佛特曼去探路啊。那 MK 前期要什么装备？我感觉一个是首选魔牌，次选啊是那个回血指环，蛮重要的。我们看一下有没有好人品吧。哎，这边是先点了一下怪，勾出来。然后招数元素蛮有技巧性的，等对方先放进化啊再招，然后这边英匪呢是先干大法师，一般我都是喜欢几个先干大法师，然后再几个先干了这个缓慢怪啊，这边扛的是有点难受，然后黄皮可以专注加血了，这边拿了一双鞋子，好吧，刚才我说的两个道具之后就应该是这个鞋子会比较好了啊，排第三的道具，这边拿到的是一个恢复指环。那打 MK 来说，大法师拿恢复指环略微坑爹哦，因为 MK 一般都是杀兵的，对吧？很少看到什么 MK 不管三七二十一就猛锤大法师的，这练的真爽呀！起码要挂机奶血，奶个30秒才能奶满。你要奶的多的话一会儿没驱散了，蛮难受的。我们看一下玉米现在敲民兵啊，开矿练级节奏上来说大法师这边要更快一点啊，英匪这边也来了。那大法师到三级以后压 MK 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呢？我个人觉得你需要注意的是，最好啊你一波过去能够攒个两三个水元素冲一波，你水元素少的话过去没有效果，对方可能第二个黄皮出来去一把去两把对吧，你的水元素就没有了。但是你如果水元素多的话他都不知道去哪个，因为他看不到你哪个水元素会先消失，如果说他去错了的话啊，比如说这两个水元素啊，如果是一样大的话，都是两级水元素的话，它如果先驱这个了，这个本身就要消失了，对吧？你正面战场上还能够保持两三个水元素的话，啊，它这个 MK 绝对是干不过你的。我们看到现在是三级打三级，啊，是不是像我说的那样啊？一见面，这个雇佣兵会死啊！现在英匪呢是把商店坐在了疯狂处，先补塔，他一个水元素没有了。又一锤好的绿皮挂掉，然后这边的绿皮黄皮还是活得比较好的走，但问题是 MK 补给怎么办啊？民兵也是赶到了啊，这边的黄皮也是挂掉了， MK 的补给啊被两个 Fortman 死死的粘住啊，这一招也是比较亮，不要让他有机会涂药膏，要让 MK 一直处于一个运动状态，
加重对方的操作。哎，这边是水元素偷偷摸摸的点塔，这个塔修不住了，否，哎，被点爆了。哎呀，英飞现在非常难受，买了一贴药膏，但这个药膏现在还舍不得吃啊。他要找一个安全的地方吃。现在虽然说，英雄有点伤，但赶走对方的少量方特曼还是没有问题的。但是问题来了，就是玉米的这个风矿现在要拉农民去敲了，对吧？英飞怎么办？人手啊，人手在哪里啊？又是一锤击杀一个。好的，身上，我觉得这个矿放一下吧，别急啊，真别急啊，磕一下。哎呦，又被带走一个了。还有他商店的位置吧，这边的阵地几乎是裸了，这个商店的位置也蛮差的。我觉得这商店应该坐在这儿，坐在这儿，或者就坐家里，坐家里是最稳的。哎，看一下能不能再刷一个黄皮出来啊！这波配合民兵，我觉得有机会的话还是要围一下的，毕竟 MK 前期打到这双鞋子。哎呦，商店也是被拔掉了。那玉米现在分矿已经是敲了一半了，好难受啊！还是要开啊！好的，这商店终于是摆在这儿，然后看一下这波。刚才见面应该是去掉对方一个水元素了吧 ？MK 马上就要四级了，有两把锤子，但是不太舍得乱出手。我觉得要出手了呀。让对方减员呀，对，他还是比较犹豫的，因为这个商店还没有做好，如果他手中没有筹码的话，那就难办了。我们看到玉米福特曼是一个接一个不断的，他分矿应该也好了吧？好的啊，现在果然可以用钱来砸死英飞了。英飞现在这个，哎，农民又死一地。天马上就要亮了，能不能再坚持一会儿？天亮了之后呢，把那个小宁给抢掉。哎，我们看到玉米天还没有亮，已经封了一个福特曼过去，准备抢了，因为他现在有钱啊，估计单兵营的福特曼还不足以把他双矿的经济花干净吧。我们看到这边好，抢掉了，抢掉两个比较重要的绿皮和胖子，然后小宁是英飞抢掉的。好，这个小宁刚出来就要挂掉了，有没有？那这边的话 ，MK 还在死死纠缠，但是这下虚了 TP， 这 TP 回去没有买到药膏啊，这啊，英飞直接 GG。 好的，恭喜尤米口2-0啊，获得此次凤凰杯的冠军。那这一场直播我看完之后呢，英飞也说了，最近他好像被玉米剃了光头吧，最近大比分上没有赢过玉米啊，他说是输了5个 BO3 了，输给玉米了啊，有点悲惨的啊，希望塔摩英飞能够找回昔日的状态吧，人挡杀神，佛挡杀佛的这个状态，对吧？啊，同时也是恭喜玉米。好了，我们下期再见。